这个多少钱？Because I want to study abroad. 郑玉，郑玉，哎呀，你怎么能这么会装？我不知道。怎么面对我们之间这种微妙的变化？你说什么呢？不可能，他肯定会来。我们说好的。不行啊！I'm studying at Columbia Medical School. I'm majoring in biomedical engineering, and I'm graduating this year. Yes.在美国，只要你不懒，饿不死的。我要休息了，可以出发了吗？可以买断我的时间，让我撑成这样。陪你坐在曼哈顿最好的餐厅里吃饭，你别再说了，一切都已经过去了，我已经决定留在这儿了。我不是想要的，我想要的只是跟你在一起。可是为什么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我身边？为什么？最难的日子是他陪我走过来的，命运，那就是我们两个之间的命运。离开我吧，像当初你让我离开你一样。你离开我就是为我好，离开我。我会一直留在你身边的，我们是一辈子的朋友。是我，安然。对不起，从今往后的每一天，好吗？你听到了吗？喂。永远，虽然错过了一辈子，但爱过就是一生一世。